很多患有养三角梅最担心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在春季给它换盆换土，因为把握不好换盆换土之后，导致这个三角梅没有适应新环境，就会出现枯萎，或者是影响到它正常生长。不换土，土壤板结，土壤酸碱度不平衡，还是导致它生长不良。所以说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呢，最简单有效的就是这个时候给它用这种黑粉。这种黑粉呢，它可以改良土壤，优化土壤环境，平衡土壤的酸碱度，又可以促进长根。其实这种黑粉呢，就是微生物菌剂，因为微生物菌剂它里面含有大量的有机质，还有枯草芽孢杆菌，还有有效活菌素，每克达两亿。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优化土壤环境，促进长根长芽，就不需要我们给它换盆换土了，就能让它长好根。所以大家在春季不想给自己的三角梅，赶紧给它用上微生物菌剂，点视频下方链接买两包给你送一包。